拿鼓砸筏子，这玩意儿。大队的人马实在的威风，吧台交坐着了一个老道，老道显龙道骨，甚是威风。这老道不是一个真老道啊！什么玩意儿这是？吏部天官名叫刘勇。哦，刘大人私访出了北京地，刘大人出了这座北京城，刘大人要往哪儿？山东而去。嗯，刘大人四方要去山东城。呵，刘大人不把啊河南的去，这不是废话吗？刘大人不去山西太原城。哎呀，刘大人私访，嗯，离了北京地，好一位刘大人，出了北京奔了山东啊。呵好，不行就换一段吧。这位刘大人啊，还有心着耍枪呢，坐着那吧台，哎哎哎哎哎哎，什么味儿？往前那走啊，到这儿真忘，刚才也不是假的，这应该是一道旋风把路横。哦，哎，黄爱玉告状，是是起来了。嗯，我有的心中，嗯。王世明，刘大人他把吧台来下，下轿子。刘大人迈步他就往东行，走着往东走了二十来步，好，扭回头来他就往南行。刘大人往南走了五步，扭回头来他就往西行。这位刘大人，嗯，这位刘大人怎么样？刘大人他是一个大人，这不废话吗？这位刘大人走着走着啊，他就站起来走啊。好嘛，一直爬着来了，合着刚才有一所宅院哦，面前那影，嗯，刘大人伸手开开门双上，哦，二门不远紧对着前胸，伸手开开门两扇，嗯，离间屋不远那紧对前胸，哦，伸手开开门两扇，炕台不远紧对着前胸，嗯，刘大人迈步怎么样？炕台来上，哦，窗台不远是紧对前胸，脚蹬着窗台，好嘛，窗户来上他打着，窗户只是撕了一个大窟窿，嗯，又跳在了院当中，又出去了。